爱到厝底就是个好事啊！要无我想暂时停靠在此安歇就是。听人提说，灵宝是佛祖十分重要，伊当然倒回神奇，希望神奇保佑，会当咱的兵丁善良啊！希望佛祖庇佑，得你平安顺心。不但如此，会当天下太平，早日救化一万户归顺而来，也若无引起人心惶惶的。若是会当如我心愿，早日出天关路，天下太平，必定天造福禄之祥，到三年好时来，定万庙再雕金狮牛。再来。